外国人竟比台湾人更懂台湾。太平山翠峰湖环山步道，它是全球首条宁静步道，造就其安静的主因是因为天然洞穴龙五羊摇手，这个一定是天然的植物的吸音，它的声态是一种海绵的感觉，所以它就会把所有的声音吸进去。这样的题目可以让常富宁被一个老外纠正，没关系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